后有一次就是一如往常的在跑校园场，然后我的 Gibson 就放在这个架子上，对，然后我的 keyboard 手的位置大概是会在这里，对，他就一个华丽的转身就把它撞倒了。然后撞倒了之后，我的 Gibson 就断了。那当下真的会一种，就你无法置信，说一个这么贵的东西在你面前断掉，对对对，突然对没有办法反应，就是你知道，如果是稍微其他东西要什么时候效果器突然发不出来，你就说靠这样哦，然后但是那种你真的这种东西断掉，你反而是。加我这期右边，我帮你们发现这扭不太起来。对对，我可以换了。可是因为这个其实白色的有点难找，对对 对，我就想说这个就等于像我的幸运符一样。其他的随身小物就是一些小工具啊，对，就是小工具。然后其实血肉的人不早跟我讲，我有两个白色，我这里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是香港，还是去香港找的？白痴掉，高雄就有了，不来高雄找我拿，真的，对，下次再跟他们说。好啦，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今天本来要去借一把吉他这样子啊、哦，真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是要跟我阿姨借吉他，但是她说她要胖起来的时候才会借我吉他，啊，她现在很瘦，要胖的时候她才会借我，她胖的时候她会变得很圆嘛，对不对？一元借吉他，但是因为她很瘦，她现在不借我。这个蛮厉害的，这个好的，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还有一个随身小物是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的，就是我演出一定会穿豹纹内裤，就是我在里面一定会穿豹纹的内裤。我昨天在用美工刀的时候，我流血了，为什么？可能割到，你不敢割到。对对对，然后我昨天想说煮一点东西来吃，对，然后就是去买菜啊什么来洗的，对，然后洗一洗，我也流血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菜割到了，很猛哎、欸、！O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菜哥走了，拜拜。